你说我怎么换账了？哎，换了，没有，我换这只对啊，啊，我怎么重玩了？我没有我换这只，好，换这只 play。我这里那一只，因为反正就是我要换这只就对了。哎，因为他账也没有 FB 绑定啊，所以很麻烦就是了。等一下。这局我想要转个装备，但是好像没有名称，有点难讲。那就直接从那边清单那边讲。真的假的？现在没有装备图鉴啊？我就以为有。我不信啊！欸，真的没有欸，烦了。我决定要把之前的角色一并讲一下。等一下啊，我们这里是讲逆木魔吗？怎么很像跳过一只啊？哎呀，不管了，都看一下。然后他终极的就是他就会进化嘛。紫色的我就是魔果联邦的盟主利莫鲁，超帅。再来。谁？天照就是指太阳神。那我们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对，就是。我觉得他角色很可爱，总之他里面有很可爱的熊大，这才是重点。啊，熊大最可爱了。九十关，要抽到谁呢？巨灵，恭喜你！小不点，那是合作角吧？对对对。五色的。